是杨迪唱的有问题。感情里的怪咖有谱。对不起，太难了这一句。你有没有中间值？就是普通老百姓都能做到中间值，这个不是普通人能会的。你信不信我随便找一个人，他过来，普通人他都能唱出至少比较平稳的水平。可万万没想到，你看，你先别录了，你过来一下。真的要再喝？你就作为一个普通人正常的水平，好吧？录音师给你示范一下。感情里的怪咖有谱，研究不尴尬。我都听不下去了，随便拉个声。不，这是一个意外，随便找一个那个摄影师好吧。感情的怪咖有谱，研究不尴尬。其实现在你的歌有问题。还有没有人？感情里的怪咖有谱，研究不尴尬。唱的，我在里面算好的吧。被圈里的录音师拉进黑名单。有一种人在我们圈里面，有一种人特别害怕我，这种人叫录音师啊。我知道你好刁钻，你遇到我你就死定了。我录音到什么程度，就是如果一般的歌手的话，2到3个小时或者是6个小时7个小时他已经唱累了，我录起码一首歌3天。你但凡在圈子里问到薛之谦来录音，录音师就疯了。就连实力唱将韩红都被他逼疯了。韩红老师你知道吗？他跟我最近唱一首歌叫小尖尖。韩红老师基本不给别人录那么多时间的，因为他唱的实在太好了，他进去2、3遍大概一看是2、3个小时搞定了。他遇到我，他疯了。我是唯一一个拖了他大概录了10个钟头的。韩红老师，我们再来一遍。韩红老师，再来一遍。老师，你干啥呢？他穿着外套就要走，我就拖着他。我说，哥，你完了。哥，不是哥。还好这些明星都去当了演员。爱的那么认真，要不你还是把我删了吧。评剧吗？还是被票跑了？然而，当老薛遇到了小月月，分分钟被拽下神坛。来，摸我这儿。是下的那么深，下的那么认真。做我狼眼手术。做我狼眼手术。我有点疼，但是我还能忍。大哥，这个疼，疼。我有点疼，但是你从点儿那就不对了。点应该是点儿吗？对呀、啊。但是我有点疼，哎呦我的妈！是不是爱你存在有点天分？这句话不通啊！就连演出的时候也很卑微。我每次出去演出的时候，大家都会要求我唱这首歌，可是呢，主办方都会画蛇添足的给我做一个下雪机。在唱歌的时候，挨的那么热的血往你嘴巴里面，对，会吸进来，挨的，我也往旁边一站，编导干啥呢？唱不唱了？什么意思啊？没事，什么事情有没有？